这边还有我的崔秘书团长掌声鼓励。还有金鸡。另外呢，还有我们的三连胜，还有我们的达平团长。好，还有我们的勋金团长。以及我们这一次热身赛，目前有十位我们的台湾精品经典女孩掌声鼓励。好，这个欢呼很大声，下面就是我记住你们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先让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加油，让世界都看见。谢谢。热情跟着我们一起加油之外呢，各位还忘记介绍了，这次由我们的中华队的大乐队掌声鼓励。好，也希望大家呢跟着他们配合一起的来加油。首先，先将各位把教声借给我们的第一棒郑宗哲，谢谢。一局双方比赛即将开始，中华队首先要上场打击的是第一棒护垒手，你好，一号郑宗哲。